自由跑，这款30多万的车。如果今天当天订车的话，是什么个手续？现在订车就是交5万押金，然后但是现在这个车已经到订到十月份了。啊，已经到十月份，这个车订的话得到几月份？到12月份吧。12月份？哎 ，OK， 给大家来看一眼啊，我都点的什么？看看它这皮儿。咱们先不蘸足料，单单尝一个。宇通的房车，都市丛林房车，抛底价32.8万。你好，加长中超高顶着它。啊，这个可以。上面是拓展的是吧？啊，大中威驰。啊，宇通的房车39.8万，V90了。来看看宇通的。啊，宇通这个也是个上下铺。孩子都喜欢上下铺，好像不太一样哦。咱到揽仲了，看完宇通啊，咱们也到揽仲房车了。咱们看看揽仲啊，外形还是挺漂亮的，外边可以做饭。这是柴油版的低配和高配的标价，汽油版低高配的标价。来看一看啊，额头床、卡座、厨房区域、微波炉、电冰箱。二个大大的额头床我还是比较喜欢的。看一下这个 C7A 啊。C7A28多少钱？现在这个车？标配价28.8万。嗯，现在有活动吗？展会优惠1万。嗯，优惠1万，27.8万是吧？是的。现在有现车吗？这个车？没有。没有。都没现车。如果现在定的话，是什么时候？就是。大概要2个月左右。2个月。嗯，2个月就到8月份了。八月中旬的样子，可能要到。八月中旬。我上去看一眼。哎呀，有个非常大的额头床、天窗啊，手动挡的，这个没有自动挡是吧？啊，就是手动挡。厨房区域，冰箱，这可以加装个微波炉，后边还有个床。卫生间还是挺宽敞的。6房车，卡座在后边。哎，其实这个车的设计也挺好的，冰箱在这儿，这是洗手盆、洗菜盆，抽油烟机，这个地方能睡觉，能睡个成年人吧。卡座在这儿也挺舒服。啊，这个还有个后排座椅啊。自由炮这个车现在是什么钱呢？多少钱？标配的柴油版33.8万，汽油版31.8万，高配是35.8万和34.8万。现在优惠完了的是吗？优惠这是优之前，然后优惠高配是优惠8000，低配优惠5000。高配和低配什么区别？太阳能板、锂电池这些配置不一样。哦。那个，您给我说一下，就是低配和高配，它这个就是水电吧？300瓦水电是一样的，不，水是一样的，150升。电是高配有有460的那个蜂巢能源锂电池。啊，那个，就是说那个高配的有这个，有这个炉灶，这个，是吧？外置炉灶。对。还有一个是啥？燃油加热器。燃油加热器。300瓦太阳能板。啊。400的长城蜂巢能源电池。啊，低配是没有燃油加热器的。对。太阳能板的话，高配是多大？300瓦。300瓦，这还能再加吗？可以，最高可以加到600。哦，可以加到600。水呢？是水净水箱是多大？150升是水箱。150升，是高配的是吧？低配、高配都是150升水箱。哦，都是150啊，水没有区别。对。比如说在那个电上呢，电锂电池上呢？锂电池高配460的长城蜂巢能源电池。啊。低配版是120安时的铅酸电池。哦，高配是460。
一个是蜂巢能源锂电池，一个是铅酸电池。啊，现在优惠8000的话，就是35万呗。对，低配优惠5000，32万。这个活动到什么时候？展会结束。展会结束，对，就今天最后一天了。是的。如果今天当天订车的话，是什么个手续？现在订车就是交5万押金，啊，不是定金啊，不是押金，定金。啊。然后，但是现在这个车已经到订到十月份了。啊，已经到十月份。排期排到十月份。这是咱们那个从，今天是最优惠的一天了吧？对，比之前是吧？对，之前都是只有5000优惠，高配低配都只有5000优惠。现在这次高配是8000优惠。啊，8000的优惠，交5万定金就是等着十月提车就行了。嗯，对。吃个工作餐，咱们下午接着看。中午简单吃了个饭，给大家看的特别牛、特别牛的车辆啊，就是我身边的这些车辆，大越野车，太壮观了，拍点正面的给大家看一下。什么时候我能开上这样一辆车，那可太牛了。隔壁的一片海有多，看着大越野真爽。何必管那山高，这个车太野了，合适哥们儿也能整一辆。这边还有露营区。这个车定的话得到几月份？到12月份吧。12月份？哎，因为现在太紧张了，这个货源是吧？嗯嗯，而且就是12月份也有新款出来，就是说新款也可以计算预定。新款呢，就是说这个后面呢，就是多一个，就是多一个床，还有一个上下床在后面。多一个床？哎，它可以。还有空间，还有空间吗？卫生间在前面，然后呢，后面呢就是有一个沙发，最后面是一个横过来的两层，下面是沙发，上面呢还有一层。啊，卫生间挪到前面来了。卫生间在这个位置。啊，在这个位置。啊啊，这样呢，本来这个卡座嘛就到后面去了。啊，卡座也到后面。厨房那个放在这边。啊。烧饭的。啊。这个过去以后不就拉直了吗？啊。拉直了以后就加长了，因为上面还靠背还可以翻起来吊起来，就两层。你厕所要移到这儿的话，这个块不又移到后面吗？哎，后面的吗？那你的床双人床怎么讲呢？哎，两层的单人床。单人床。哎，横着的。横着的。啊。然后呢，这边呢，有个折过来，不是还这么宽吗？啊。这个也可以降到底。啊。降到底呢，你这样睡也可以，这样睡也可以，下面。啊，就跟那个连起来了是吧？嗯嗯嗯。哦，这样子。嗯，这样就是说。那厨房区域变小了是吧？厨房区域稍微小一点点。啊。这样就是说。那款车的话，那个也是得那个提车也是得12月份。哎，那个更要12月份了，因为现在还没生产出来呢。啊，这个车现在那个已经定到12月份了。对的，嗯。我今早上过来那个看的时候，你们那一个跟，一个女士吧，她说是到10月份，现在也都12月份了。因为有些订单，我们有些车子已经又订了又交了，那个没事，人家可以到我们这边展场去看，在方山1月1号。在哪个地方？方山，南京的那个方山。方山。嗯。啊，明天还有。明天我们车子全部调回去了。啊，要12月份的话，这样有点太晚了。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？就是别人订了，但是他那个又不要了。这种很少很少。很少是吧？因为不是其他车型可能会发生，但是自由化不也基本不存在。是吧？这个什么设计的？12月份的话，那基本上就到。哦，这个船大了，但是这个半年的时间了。目前是按照12月份排的，是吧？如果资源有变化了，回头等，比如说再等几个月我们再说嘛。嗯，好吧，行。这个还是挺适合一个人的啊。对，一个人很方便。对，人多的话，你那个新款挺合适。大家看这款房车啊，匠心房车，标配呢26.98万。啊，这个车从外形看非常的酷啊。2.52米的，然后因为它非常大。这应该是个 B 型房车吧，因为它没有额头床啊。啊，这款车是现在是什么价呀？标配的是26.98万。那这个车的我们现在做的是豪华配置。豪华配置高配的主要看你自己想要选择什么东西，然后价格是不一样的，就根据你选配的设置。这个车的面上来看的话，加了这个无名火的柴油灶、深渊灯，晒特福德的马桶，
加了座椅旋转、360、四路监控，其他的看到的面上的都是标配了。嗯，高配的价格是多少？这一款现车是32.8万。32.8万。对。标准配置我们是269.8万起。269.8万起。对。那标准配置的话，它这个水箱有多大？150/70，都是304不锈钢材质的。高配和低配的水箱是没有区别的。没有区别的，区别主要在其他的配置上。这个我们是做的是48伏的电路，负120的铝电。120。啊，五度电。太阳能是标配多少？嗯，我们太阳能不是标配，太阳能没有标配。啊，没有标配，加装的是吧？对，选装。那是个洗衣机吗？洗衣机。那是标配带着的。洗衣机选配。啊，选配。标配是带冰箱吗？啊，标配有冰箱。有冰箱，有电视，有电磁炉。啊，这个车现在有现车吗？这个就是现车。不是，你现在定的话，什么时候可以提？现在就可以提。啊，现在也可以提。对，这个是34万。这是卫生间、冰箱。洗衣机，今年这个定下来35万，33万。床是多大的呀？这个床是1.1米。长呢？长1.9米。1.9米。对。何必管一片海？有风，有澎湃。我已经从展馆出来了。这次呢还是比较让我意外啊。上午的时候呢，在揽众的展位，有位女士啊，营业员，她跟我说呢，提车已经延到10月份了。当时呢，我就有点，哎，怎么说呢，心情不是，因为我原本计划是8月份提车的嘛。我上个月在保定揽众纺织厂得到的消息是8月份可以提车，所以说10月份的话又延了2个月，这就破坏我整个的行程的计划和安排了。中午吃完饭呢，我又去了揽众的展位，结果被另一个工作人员通知我，如果现在订车的话，要到12月份才能提到现车。那现在才6月初嘛，那这样半年过去了，那今年的话，我就很难开着房车去按照我的计划去进行了。那这个肯定是对我有所影响的，可以看出来哈，自由炮这款车真的是款网红车，而且最近的订单数量呢是激增啊。那我现在呢也有这样一种想法。就是说会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，就是在8月份之前呢，会不会有人会提出退单，这样子呢我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单给接过来了，就能按照我既定计划去提车了。还有一点啊，就是因为这辆车的话，有些人是在6-7月份就已经能提到车的，因为在整个房车界，开房车3个月换车是非常常见的。那会不会有开了3个月，你像6月份提车的话，6、7、8、8月份他就有换车的这种想法，那这样的话我来接手也算是一辆准新车嘛，而且价格上呢各方面肯定也更划算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。反正订新车的话我是不可能再去订了，因为要到12月份提车，那我今年的计划呢就会泡汤了，所以说新车呢我就不打算去订了，只能看看能不能通过这两种办法，能不能顺利的在8月份提上车，希望这也是好事多磨吧。有些时候啊，可能就是眼缘吧，第一次看上的自由炮，总体看一圈下来之后呢，还是觉得自由炮最合适我现在目前出行用车，希望顺利8月份能提上车吧。昨天晚上买了一桶水啊，12升的，这么老大一桶，不过昨天一晚上我已经给干到这儿了，主要是明天不好装车呀，尽量喝吧。然后看看外卖啊，我订的外卖到了，这个还是昨天晚上的外卖，因为我的失误啊，写错了地址，然后也没吃到，然后就给退了。今天还是订的这家南京大排档，外加一个薯片。那来到南京嘛，咱必须要尝一尝南京的特色，不是吗？给大家看看我的工作区。现在啊，哎呦，有点乱就是了。现在传着今天的素材，各种充电。那薯片昨天吃剩下的，包装呢还是挺精美的。然后跟大家说说啊，这个桌子啊本来呢位置是在这边的，我为什么给移到了这边呢，就是因为这样看电视方便啊。给大家看一看我都点了些什么啊，还挺精致的。这个小份的南京烤鸭，熏鱼，
麻辣鸭血，这个应该是蘸烤鸭的佐料吧。这一天下来呀，其实逛的也挺累的，咱也不能把胃给亏待了。好，南京大排档，咱们开吃。先尝个烤鸭啊，这烤鸭看着很肥呀、啊，尝尝这南京烤鸭跟北京烤鸭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看看它这皮儿。咱们先不蘸佐料，单单尝一个。满嘴的油啊，还是蘸点佐料吧，这样吃太腻了。它这个佐料有点发甜，非常的好吃。再尝尝它这个熏鱼，看着还是非常的不错啊，还滴油呢。熏鱼的味道非常可以啊，有刺儿。咱们接着尝尝那个麻辣鸭血。好，我们打开电视看看电影，昨天晚上看的那个电影没看完，咱们继续看啊。一边看电影一边吃饭，生活太惬意了。给大家看一眼，浴血无名川配上南京大排档，我就先开吃了各位。那明天呢，我可能选择在南京逛上一天，我们再启程出发，继续我们的公路自驾露营。那让我们明天见了。